我收藏而不用的行李箱，如果是 Rimowa 的这个 Sporty 的话，大概4-5万，当年限量的樱花，很多人店里看都没看到就没有了，因为被我们抢掉。这边是行李箱区，这边是 Kikinala 的行李箱区，我的行李箱要超过200，然后这边是有用的。啊？你觉得黄国伦吉他算什么？这个是我最惊人的衣柜，几百年的古董吉他。你是全部的吗？做走私就是。我收藏而不用的行李箱，你不觉得很美吗？这个颜色谁舍得用啊？这种 R 牌，它每一年会有限量色。如果是 Rimowa 的这个 Sporty 的话，大概4-5万，当年限量的樱花，很多人店里看都没看到就没有了，因为被我们抢掉了。付费不会拿来用。这边是行李箱区，这边是 Kikinala 的行李箱区，我的行李箱要超过200，然后这边是有用的。啊？有一些是已经被弃或者已经退下战场，全都放满我的礼服跟衣服桌，就是还有很多礼服是在箱子里是整的。你不要以为只有我衣服多，韩国人衣服不少，这些全是他放在这儿的，带而不用。韩国人的，韩国人的，不要小看。这是我的啦，走。哦。你要知道做活动女王要有多少的战，而且是穿过丢，穿过丢，因为你穿了一件之后，它就不能再用。这些全都是硬做的礼服，你觉得韩国人吉他算什么？